六合彩嘅时间啦，今日系八月十九号星期六，由我蔡国威同大家主持第93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972万。由于上一期嘅头奖系冇人中，所以有累积多报奖金800万，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59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今晚的两位鉴场嘉宾，他们分别有魏伟明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基督教怀志服务处总干事陈国明先生。欢迎两位，一起了解一下受惠机构。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在1979年成立，致力为智障人士提供院舍照顾、复康及职业训练服务，希望智障人士能够透过亦都过到有尊严和自主的生活，发展所长，见识世界，融入社会。机构现时有7间智能中心、4间庇护工场和职业复康中心、10间残疾人士院舍、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1对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外展工作队，以及1间社会企业，同时十分关注智障人士老龄化和智障人士照顾者压力问题噶，咁详情可以浏览机构嘅网页或者系致电2777-9039查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啦，大家电视机荧光幕嗰度都会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即刻可以开始第93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第一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8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8。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5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5。第三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3号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3。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4号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4。第五个搞出嚟嘅号码系8号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8。第六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0号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0。
一个搞出嚟嘅特别号码系44号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经系顺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分别系有8号、14号、18号、20号、23号、25号，而特别号码系44号噶。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六合彩结果或者头二三奖嘅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52888，又或者可以浏览马会六合彩网页噶。咁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该晒今晚嘅两位监场嘉宾，包括有魏伟明太平绅士同埋陈国明先生嘅，多谢晒两位。喺度提提大家啦，喺节目完咗之后嘅大约15分钟，大家就已经可以开始购买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呢度预祝大家好运，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见面啦，到时见，拜拜。你的头皮都喊上出来的。